身前那人大喊一声：“哎呀，不好！”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好，到此。客官慢走啊！嗯，阿离呢？来来来阿离呢？怎么好端端的跑到青楼去了？兄台，你可晓得这市镇上的青楼在哪个方向？那楼便是。多谢。如此一甚好公子，没想到却是色中恶鬼。哎，这是一个怎样绝望而沉痛的世道啊！那评书说的倒是不错，初初听的倒是很有兴趣。不过听着听着，你怎么就跟着他们进了那个什么楼了？刚才有个小胖子在大街上公然亲一个小姐姐，这个小姐姐又不让小胖子亲，小胖子没听到又很生气，招了他身边几个丑八怪，将小姐姐围了起来。我跑下楼想去救他，他们却没了影子。旁边一个大叔告诉我，他去了一个花楼，我将楼上楼下都看了一遍，可没见着什么花来。这是凡间的叫法，不必太过讲究。后来我就没寻到那个小胖子，找来找去没找到，进去一间厢房，没看清里面是男是女，娘亲你就来了。这个是娘亲跟你的小秘密，不要告诉你夫君，好不？阿离明白了。一审查后，本局再回来与你细谈此事。殿下慢走。娘娘，本宫听说君上回宫了。君上是回宫了，但是又走了。又走了？青丘的那位姑姑在凡间游玩，所以君上一直在陪着她。在凡间游玩，那岂不是会误了天君的寿宴？啊，娘娘放心，君上早就说了，他一定会去寿宴的。啊，那就好。本宫是怕君上在青丘久留，会误了天君的寿宴。既然君上会回来，那本宫就放心了。啊，娘娘放心，君上一会儿就会到大殿。好，我知道了。真是一表人才，本王好生仰慕啊！好说好说。哎，哇，这手也是又白又嫩。在下对公子一见倾心，不知公子可否？你调戏我老婆，倒调戏得很欢快。你来了？那
能将我阿爹引得生一场戏，你也是个人才。这次别过，保重。大胆！知道本公子是谁吗？啊！你将他变到哪儿去了？我也不知道。你若刚才不来，我也正有此意呢。你怎么被揩油也不知道躲一躲？不过是被摸了一两下嘛。是被亲了一两口吗？买盏灯吧，两位公子，买盏灯吧。两位公子可以看一下。凡人买灯是向神仙祈福。我们买灯向谁祈福啊？留个念想罢了。你还真当放一盏灯就能事事顺心吗？走。既是二位公子，那就在一起凑合一晚也无妨。我们这小镇呢，一共就三家客栈，王掌柜和李掌柜那两家昨日就订满了，我们这家也是刚刚退了一个客人，就匀出来这么一间。你看，要不先凑合一晚上？麻烦你取些热水来。好。顺便做几道小菜。好嘞。吃不了，便洗漱睡吧。我一贯晓得你的脾气，却没料到你那般决绝。前尘往事你忘了便忘了，我既望着你记起，又望着你，永不再记起。